梯架后，矮些碗偷的来到广子别了诗。我练习陈设太极拳和杨设太极拳有20多年，我在中国武当第三处、第五处演武大会分别获得武林百杰、武林名家称号。今天我来到非你莫属舞台，我想应聘的是培训教练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就更好。谢谢大家。我刚才为什么加那么一前缀呢？我就想说啊，于文浩是不是真功夫啊？这跟人家温道德碰一碰，其实就碰得出来。我一看于文浩没接下茬，我就知道，假把式。哎，光说不练，你说你要行，你上来，你过两下。不是啊，首先是推手还是散打？因为我们这行业呢，过招一般有三种方式。我们这行业呢？嚯，挑事儿这一样。首先架势不一样了。你看，温老师他自己拿到过成绩，我呢小小不才，我也拿到过成绩，但我不知道切磋成绩，切磋比武，好吧？来，你选，给于文浩掌声，来，你们俩今天有点长得都有点像。哇，文浩哥厉害！加油！我跟你说啊，于文浩这个气场啊，我要是温道德，我就憋着，我就弄他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站那儿就错。我们这大佬，你上这儿错？他练什么？我还都这个。大老师，哎呦，这是心虚的表现。这不错，我也会。您这也行吗？对，你知道吧？我知道。如果让我们所谓的切磋的啊，这就来了。对，这就来了。对。哇！那您二位切磋的，但是，我不知道他的成绩跟我的成绩有没有，就是说那些个像太极你会吗？他当然了。那你们俩就太极呗，太极推手可以可以吗？你们俩还得沟通。可以。温老师，来先练脚。帅。精彩！刚才啊，他踢我那一下啊，他碰到我，但他收劲儿了，你知道吗？一般呢，从他们这行来说呢，我现在不折，可是我今天晚上回去，我这就折了，化作血水，收劲儿了，收劲儿，能感觉到啊。我们俩切磋的这个，如果用我们武术界擂台赛来说的，我是输了。刚才是老板让我的。首先呢，就是。因为温老师他自己简历上讲，就是他擅长的是杨氏跟陈氏。杨氏跟陈氏呢，在中国的太极拳的五大流派里边呢，是最传统的。然后刚才呢，我们俩这个推手的过程当中呢，他用到的一个方式，也是陈氏太极拳最典型的，像李连杰、赵文卓他们的很多电影片段里面都有这种发劲。哦，对。就是我出过掌，能够对方接掌的时候呢，我就马上打下去，都要可能练一年才能把那个劲打击到对方。所以传统武术能够强攻练到很好是不容易的。其实我能看得出来你跟于文浩都练过，咱们给他们鼓点掌吧，不管那些人怎么样，今天至少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，这二位是真功夫啊。那你一直以来练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太极拳，你日常的这个谋生的手段也是和这个有关系吗？没有，我很小就很喜欢这个传统武术，没有想到今天会把这个技能用在谋生上。那你现在靠什么谋生啊？现在我就是在家里一边务农一边教拳，教太极拳。那你怎么收费呢？我收费，因为我这些太极拳就是对那个疾病啊有很好的调节作用。
所以我在我那个地方，很多疾病都有调节作用吗？要。那我请教您一下，比如说久站的人，太极拳有什么调节作用？啊，好像杨秀太极拳的哈，你就学那个揽切尾。首先两个手，有没有想学的可以站起来学啊？有的想学可以站起来学，这机会很难得啊。首先两个手伸出来，像抱一个球，篮球啊那么大，然后靠这个身体往这边转，一直转到不能够转为止，按照这个脉门，手的脉门，脉门，身体往右边转，两个手也不能动。一直拉到自己差不多掉下来，打开两个手相对打开，往后靠到自己好像要掉下去，两手缠下来，然后这样，哎，就是这个动作。哦，哎，你看这些学员，哎，没有一个认真练的。主要当然了，最先坐下那个就是老年人啊，老年人已经率先坐下，已经顶不住了。我们来，我们请坐，请坐。其实我们想站着。其实刚才啊，让温道德给大家展示一下，我不知道你们啊，反正我觉得他确实有东西，给我们打一套呗。他这个动作，我觉得真是挺好的。来一个十式或者24式那个。对，我们只知道那个大西瓜那个。其实人家这个是放在第二环节的。那这样吧，你们想学，你们想看，先把这灯给人家表示表示，好吧？我再跟您确认一下，您的求职意向是培训健康教练以及相关。是，嗯，您的意向薪资是多少？5万块一个月。5万块一个月。嗯，好，您的工作地点？在广州、深圳、南宁都没问题。接下来，请台上的12位企业家做出选择。好，一共有8盏灯被你留下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环节，天生我有才和职场情商课。感谢温道德啊，我觉得啊，今天老温来求职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我觉得他刚才的这一番表现啊，真的是挺为传统武术发声和证明的。云文浩，你有这样的感觉吗？是啊，是啊，太极拳是非常典型的，就是可以去健身的一个技能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所以说大家强身健体啊，休闲娱乐就可以了，对吧？对对对。既然是来求职，刚才我们的这一套推手也展示过了，跟云文浩也过招过了，第一环节呢给你留下了8盏灯，效果也不错。接下来这个问题我想问您，稍微有一些尖锐哈，就是你开出的这个意向薪金是5万，为什么要这么高？还不止啊，在我那个经济不太发达的现场里面，一个人学一套拳都收1万多。现在你手头就来之前手头几个学员？有5、6个。5、6个。对，看得出来啊，这个在当地老温可能还真的挺受大家的这个认可的。我们的成本啊，因为做企业嘛，一定要去衡量投入和产出比嘛，对吧？对 对。如果只是为了引入太极拳这个技能的话呢，其实我们真的每个月不用支付5万块钱那么多，我们也能找得到。如果我没有我现在这份工作的话，对，我一个月只是教太极拳的话，应该在15000左右。你这个报价可能就一下让老温的这个价格显得有点高了。职场确实是这样，报价有点高，但是对于您来讲，您有这个技术，完全可以自己去想想怎么创业，或者是用这个自媒体。您的功夫深的话，不用在这个舞台上求职。好，第二环节我们到这里基本就告一段落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请刘登的企业家再次做出你们的选择。很遗憾，老温。不过我觉得不是坏事，就是通过这个平台让更多的人了解你。我们的观众，天津卫视观众五湖四海啊，全国哪里都有，也让更多的年轻朋友能够正确的认识传统武术，能够从传统武术当中学到更多有益于生活、有益于身心的知识。感谢温道德，再一次感谢您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，谢谢，再见。